阿姨，好，好，好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样，你真的要有留一个杆子比较好。对。哇，阿姨赢了，阿姨。我赢吗？我来。那我送给你了。我来。你看，我这个也是杆子拔断的。对啊。耶哈！耶哈！哇，你这个史上无敌了哦。真的哎。这个是什么？我好怕瓜牛哦，这应该只是石头而已，吓死我了。我们家还养了两只瓜牛哎，真的，帮我试啊。要我帮你试吗？好，交给我吧。小的不是这种大瓜牛，就是每次在路边看到那种超大只，好像这种大的我也不敢养。他正红说他里面有很多细菌。嗯，那你老婆，这个你帮他用好了，因为这个我撕不起来。我撕看看。好，给妈妈撕，妈妈帮你做一个胜利幸运草。其实不应该撕这么长，我刚刚应该给你撕短一点。太你那个哦，有的时候线太长啊，也比较容易断。对，但是它比较勾起来比较有力，因为只要拉一点的时候，它就勾很大力。这只要你要这只吗？那这只给我。加油！没有了呀，没有了耶。果然太长了，我把它拉断了。好吧，老婆，你帮弟弟再做一个吧，做一个大的，做一个继续赢你的。这个，哦，这个也很大。你帮我拿一下这个。好，新宝，等一下再帮你做一个跟新宝比赛。感觉很强。妈妈，你看我自己拔的。真的，你自己哦，来了。我没拿。没拿好，稍微要拿紧一点哦。哦，真的很强。拔的果然是不一样。我因为我拿的是太大很大了。对，好，你从根部把它这样碰起来。我要动。你拔错了啦，拔到隔壁。